霓裳月曲，片片繁花。天赋这种东西可不是所有饼干都有的。准备好接受琴声的洗涤吧。蛋碎饼干实在太棒了，要是去了其他书院，可没机会听到如此美妙的琵琶乐曲了。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，你能拒绝这首曲子吗？沉醉于琴声中吧，激昂的弹奏，花朵的曲调，啊，真是令饼喜爱的旋律。你想和本小姐一起出行吗？冲呀，饼干人王国！